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，这个立场是一贯也是非常明确的。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将美国领导人就涉台问题所做的承诺落到实处，慎之又慎处理涉台问题，停止美台官方往来，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，停止以任何方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行径。